基隆豪雨又逢满潮，复兴路水淹及膝。黄泥水直泻而下，就像一道瀑布。不是来到水帘洞，这儿在基隆。大水一冲，人差点就要站不稳。基隆的朋友被雨炸弹攻击，日累积雨量超过175毫米，是否满潮，积水一时难退。在中山一路以及在大仑地区基本上防水闸门民众都蛮有警觉性的，都把它装设起来，所以也没有任何的灾情产生。市长看灾，水就在眼前，越淹越高，幸好没有人员伤亡。炸弹雨又猛又急，让居民377抱怨排水改善工程不断延期，就再次淹水又GG。土发中心记者报道。